再来禅定，这个禅定呢，《维摩诘经》讲得很清楚，他欠舍利佛的，每天在岩洞里面坐着不动，在树林里面坐着不动，错误。什么叫禅定？做任何事情都专一，就是禅定。那个才是真正的禅定。不要搞错了，耶，我每天坐在椅子上，不见任何人，关起来，这个我是在禅定。错了，《维摩诘经》讲的，维摩诘跟舍利佛讲，你这样算是利益众生吗？你是在枯坐耶，你还有入定，还有出定。告诉你真正的禅定是什么，不管你在做任何事情都在禅定，那个才是真实的禅定。你怎么活都是在禅定，没有一时一秒离开禅定的。舍利佛很惭愧，维摩诘讲的，做任何事情都是禅定，不是你自己把门户关起来坐在椅子上，嚼那个莲花座这样子。当然开始学习是这样子学，到最后啊，你要在任何事情都在禅定。